们现在去大通的 4S 店修车，看看这故障码到底什么原因。刚接到这辆车一串故障码，卖家就是一口咬定车没问题，咱们去 4S 店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。挺烦的，说实话。现在到了维修车间，是直接开进去吗？嗯。现在到了这个维修车间，这车开进去给人看一下。现在把这个车升高了，在检测中。冷气进气管坏了是吧？这个管子前面被摸到了，这个管子在哪里换啊？我们家也没有货，现在这东西你只能要换的话你去外面换，去外面换的话可能要订货。这个网上可以订吗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你先去外面去跟小哥问问。啊，行。现在车在里边维修，估计是三个地方出问题了，然后工作人员在一个一个排除故障，不知道这辆车到底有没有大事大问题，只能等等着吧。现在房车又被吊起来了。因为这是别人专业工作车间啊，咱也不方便进去，就在这拍一拍吧。刚刚在原地踩油门，测这个温度，好像有一根线子被拔掉了。这辆车经历了什么，目前我还不知道，只能等一会儿听这个维修师傅怎么说。第一次买车走眼了，真走眼了。但是我又没法亲自去提车，找了代驾给我拖过来的，网上用视频开视频的方式看的车。哎，也怪我啊，